春节的爆竹就要燃响，让我先来暖暖场。这里是科技美学大言，你对科技圈有何感想？回顾2022消费市场，风云莫测，犹如战场。让我们不吐不快，让我们一吐为快。华为曾经辉煌时，犹如骏马在飞驰，自研芯片，自研武器，巨大投入，高价值，莫须有的打压让阴霾。阿美利卡疯了，要制裁。不能恐惧，不能放弃，再难也要继续来。鸿蒙车机再领先 ，Mate 50捅破天，曾和苹果、三星比肩，如今重来挥马在扬鞭。遥遥领先，遥遥领先的精密系，我们的流畅度遥遥领先于竞品，遥遥领先，跨越山海，中见曙光。最年轻的500强小米，生态建设的确了不起，不再对性价比迷恋。EX Mark 评分再见。S Ultra 莱卡宝刀，玉骁龙用斩天骄 ，Red 米单销量重担，炉石传说护航保镖，雷军连续说服多名高管，百亿新能源亲自操刀。Do you like me？ 把友商按在地上摩擦，我们绝对不会期待米本的期待，说服了我们所有的高管。Thank you。做人不能太攀比，要比就比 iPhone 几，灵动到家，环保快充依旧呼风唤雨。我们 iPhone 不做广告，别人对着我们仿照。友商发布会无聊 ，iPhone 总被干掉。以为定价太高，原价根本买不到。苹果永远吸引眼球，上市还是一机难求。Amazing iPhone 6, the best iPhone. iPhone 7, the best iPhone. Amazing, amazing, amazing. 这个男人叫老黄，数码全球他猖狂，全球矿场救世主，战术核显卡之父。当全球挖矿潮退去，黄牛转向 iPhone 手机。是谁买你的40系？玩家给你的业绩。我们要的不算多，但不要矿卡玩游戏。全球玩家同心协力，干掉这股歪风邪气。盘点过去这一年，各行各业都挺难。不平凡的这一年，酸甜苦辣带点咸。奉劝某些厂商，你再商言商，韭菜割到最后，你不怕受伤吗？奉劝某些匪帮，别太嚣张。莫欺少年穷，小心天理昭彰。加油，我们的品牌不要慌张，跨过困难，咱们来日方长。不再做低端的廉价代工厂 ，Made in China 崛起无可阻挡。盘点2022年，各行各业都挺难。转眼2023年，祝福大家都有钱。回想2022年，酸甜苦辣带点咸。展望2023年，大家一定更有钱。健康平安，收入翻番。回想2022年，酸甜苦辣带点咸。展望2023年，大家一定更有钱。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